我是小警察，我要给我弟弟选个眼睛，不行，这个是别人的话题。这个你们也是在干我用的，这个是小医生的，哎，这个挺帅。我再来试，哎呀，不行，还是掉下来了。爸爸，快来呀！干什么，宝宝啊？你这么多眼镜，你就在这玩呗。爸爸，这些眼镜都不合适我。那你要什么样的眼镜啊？要这个眼镜。啊，这个眼镜啊，咱家没有，妈妈就用这个马克笔给你画一个。宝宝，来，两个胶带，喜欢白色的眼镜还是蓝色的眼镜？蓝色。好，妈妈就用这个蓝色给我宝宝啊做一个眼镜。哎，这么长，够长了。就给你制作眼镜了，过来点，妈妈给你来点。哎，好了，等一会儿啊，坐着不许动啊，妈妈开始。哎，先画一个眼镜框。哎，这边挂住小耳朵，这边啊再来一个，哎，也要挂住小耳朵。哎，然后下边，哎。这边再来一半正的，一半闭的啊！来，宝宝妈妈看看你帅不帅？哎呀，太帅！哎呀，宝宝太帅了！来看看和手机上这个像不像？哎呀，像！